大家好啊，欢迎光临我儿子的毕业演奏会。哇，这灯光实在很强啊，所以这不适合当艺人啊。那么对不起啊，我要这样遮着才看到各位啊。那么我儿子呢从小学这个音乐啊，也那么我们当家长的呢，事实上这是第一次啊，亲自为他办这场演奏会啊，我们也准备的蛮久的。当然呢，可能有些不周到的地方，请各位来宾啊多多包涵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节目就开始了。因为路上啊，刚刚我太太啊在那边联络一些亲友啊，可能因为都是住在这个外县市啊，尤其是台北县或桃园县这些有些教会的一些弟兄啊，可能对台北市都不是很熟，所以这个耽误了一些时间。但是我们姓赵的哈，一向守时哈，所以哈，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要按照时间开始。那么，在最后还是欢迎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听众，晚安。欢迎莅临沙比亚特世安大提琴独奏会。在演出开始前，提醒您，请将随身的手机、闹表等电子产品关机或设为静音。乐曲进行中，请勿摄影及录音。乐章交替时，请勿鼓噪和走动。待演出者起立致敬，再给予热情的掌声。感谢您的配合。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，谢谢。
Thank you.
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边。那我个人是抱着非常轻松以及愉悦的心态来跟大家见面的。那今天真的要非常感谢大家的来临。那我有几位想要真的非常谢谢的家人。我奶奶今年快90岁了，她几乎没有缺席过我任何一场重要的表演，请大家给她再鼓鼓掌。请等一下哦，奶奶等一下哦，我拿花。那么只感谢一位怎么够呢？对不对？那我听说哦，今天有几位老师，我的老师是不是也在现场呢？有没有在现场？没有啊，这么可惜啊！好了，没有关系啦。好、哦，那还有我的姑姑，她从加拿大回来看我演出，谢谢她，帮我拿花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其实这一路走来哦，并不是说很容易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小学、国中的时候，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。一直到高中了，到了教会之后才有改变。那这个方面，我是非常感谢教会对我的造化。然后。所以大家说要不要上教会？要。要不要听神的话？要。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感谢我教会的朋友，那我有看到他们，谢谢。然后呢，还有两位，这两位呢，如果他们不在的话，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那这两位呢，他们通常都对外宣称说，我们家很民主的啦，没有压迫小孩子啦，话是这样讲啦，哈哈哈哈。好哦好哦，那首先感谢我的爸爸，爸你在哪里啊？我爸真的很厉害哦，他超会听音乐的哦，谢谢老爸哦。来，老爸来一束花吧。最后呢，最后呢，我要感谢的是生下我的妈妈。我是家里第三个小孩，那妈妈她，我忘了她怀我怀多久、哦，10个月嘛，对不对？生了几个小时啊，妈？很快哦，好啦，看来我在出生的时候还蛮听话的哦，出来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真的谢谢妈妈。怀我、生我、养我，然后教育我、爱我，真的，妈没有打我啦，我们家里人都不太打我的啦，真的。我真的非常感谢我妈妈。妈，我快不能呼吸了。
阿妈，你有一束花。那刚刚我好像听到有人喊 uncle， 对不对？来哦来哦，妈你找个地方坐一下。哦。就一直跟我说，他超级喜欢这首曲子的，所以呢，虽然说是在情急之下准备的，但是也请大家稍微包含一下了，谢谢。